这么意大利自己的菜，对不对？老板，还想那这种的话，有人在跟他边。那这是那个。可以。肯定来。对啊。弟弟的酱汤好看。过瘾才是。是有可能的。那他就算站在那里搅。三江应该它是属于杂食性的东西。哦，就那个小的真的是超可爱的。小朋友啊，它是哦，你知道吗？它手很大，对不对？它连那个草都要抓起来，一直在那挑刺。是啊，像这里一样，你看它就没办法说啊，很那个。那就故意让它这样慢慢吃啊，因为要找东西吃啊。应该也是就是它的。这个好，我们走。就是他们小时候的经历，就是他们。他刚才在下面了。没有，他不是一直都在这吗？那我刚才没有看到他。他刚才有坐在那哪里？你没有看到。他那么忙吗？就是他们大爸爸。有的可能。就是他们小弟。宝宝，你看走路用手走，他又在玩，真的，等一下要掉下去了，要滚下去，滚下去，不一样，这个盖白瓶子一样，我把它丢下去，丢下去，把那个美女往下丢，还要欺负他，太大猩猩。妈咪，他怎么那么快又跑出来了？妈